十轮金刚法灌顶是藏传佛教的重要仪式之一，旨在激发潜在的智慧。这是西藏50年来首次举行这种仪式。新华社报道说，参加法会的人达数万人。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指出，中国媒体以显著地位报道这一宗教仪式，有着自己的目的。现在了，中国政府了，那么对宗教了，那么是想就是完全呢把它给消除，但是呢，因为宗教的力量如此之大，那么他呢又没办法把它给消除，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就要把它给就是利用那个控制。夏明教授说，虽然海外藏人不承认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一世班禅缺吉节布，但是他还是对这位班禅寄予希望。那么所以呢，他的那个影响力和他的那个威望和合法性呢，那么当然是那个受到某些挑战和质疑。我并不完全把他给就是那个否定掉，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对藏人或者对那个佛法呢，那么完全是一个那个就是破坏性的东西，破坏性的人。那么我相信呢，他呢也能够做出很多的贡献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必须明确，那个就是中共呢想利用他了，来掩饰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对宗教的迫害和控制和渗透。1995年，十世班禅去世后，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宣布，他选择了一位6岁灵童作为前任班禅喇嘛的转世。但是，这位男童被中国当局控制后，从公众视野消失。达赖喇嘛被中国指责为危险的分离主义者。夏明表示，1995年11月曾经参与中国政府金瓶致歉仪式的一位西藏高僧流亡海外。他披露，中国政府在这一选择新班禅的仪式中做了手脚。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。